现场比赛的气氛一浪高过一浪，让我的内心也充满了期待，这也是足球之所以吸引人的地方。天气好，观众热情，再加上我们的职业球员，哇，一切都是完美的。杜尚发挥机，我很难判断落点，应接不暇了。射手应有的嗅觉和反应，他的直觉太快，门将接不住这个球，直觉非常敏锐，对形势的解读也很到位，并且比别人快了一步。After 3 minutes, number 11, Mohamed Salah. Mohamed Salah. Mohamed Salah.我认为这个进球给他们带来巨大的动力，主教练一定会希望他们趁胜追击再入一球，不过现在还远没到坐享其成的时候。将球传到边路，只有懂得无球跑位才能把球给踢活。球传进去了，高位踢，一脚将球轰走，对方球员的这个动作有点大。他腾转挪移突了过去，打到禁区里，他飞身抢点，打进了。场上的比分很快就被扳平了，落后的一方很快就有所作为，他们虽然先失球，但通过积极的组织扳回了一球，双方重新回到了同一起跑线。经验的头球，他这是把自己的头当石头了。中锋都喜欢鱼跃冲顶，这球实际把握非常完美。Number 15. 这一进球再次改变了比赛的局面，这绝对是回击对手的最佳方式。刚刚取得领先的球队容易松懈，这说法确实有道理。不过能够打入这样的进球，还是要归功于球员把握机会的能力，太厉害了。这个犯规，哎呀，这个判罚对裁判来说根本没有难度嘛，很明显嘛。这次进攻到此为止了。